这个是中国风的界面。所以我们来提到所谓的上下左右都不同的功能。Smart Touch 是延续我们最早的一个UI 设计哈。那因为 Smart Touch 是应该是目前比较大家习惯的一个操作模式啊。那每个军区都有不同的设定的。在早期可能使用我们自家手机 Smart 手机的人哈，很习惯这样去 Smart 操作，所以在我们 SE 里把它进去让大家就左右的部分。对对对，左右。左边这边是我的最爱，那 user 可以自己去新增。对，是 widget 的概念。这比较是功能，就是 user 自己，他可以自己加，对，新增。它只能增四个。对，对 ，user 可以。各位可以看到说，也许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回到这里设计是什么。再过来这边是电话功能，大概看了一下就是 user 最强的讯息中心、通话记录、联络人、很快捷联络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就在的那个。user 可以自己去新增自己需要的长度，最多是十二个，对，最多十二个。Android 中间拖拉了一个 widget 的方式。那回来这边又回到刚刚这 widget 的部分。对对对。OK， 后面是它一个完整的规格哈。现在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。